咁其實譬如今次咁樣啦，咁以往嘅戲咧，老徐都會通常都會喺街景，即係真實嘅景咁樣。咁譬如上次就係闖景啦，今次都係闖景咁樣。咁但係譬如今次嘅時候咧，其實仍然覺得係好香港嘅，即係套戲喺個內容上面，其實有好多啲嘢都係 refer 緊而家我哋香港發生嘅啲嘢。咁其實呢一啲咁樣嘅 element 咧，其實係賭神 impose 落嚟，喂，我要有呢啲咁樣嘅元素，或者係其實你嘅意見嚟嘅咧？唔係，因為當阿杜生決定咗，即係決定咗佢想講錯誤呢樣嘢嘅時候，咁點樣嚟？咁就係創作都係生活嚟嘅啫，係啦。咁佢決當阿杜生決定咗呢、這個佢呢個戲要講錯誤，即係知唔知錯，或者叫做肯唔肯改過啊，或者個即係呢個問題嘅時候，咁好自然，大家就明係佢想點嘅啦，跟住佢呢個方向去諗咯。咁你跟住你就幫佢，即係嗰啲機理你就幫佢，即係寫出嚟咁樣。即係但係個朗就係、是，即係好上嚟先。佢嘅 concept 佢即係佢想個我想個主題，佢想個主題講錯誤，咁你咪因為所以佢就定咗三兩個警察，唔係個警察同埋醫生都會犯錯。咁你點樣去做啊？你點樣錯？佢哋咩事錯？即係最後代我自己覺得嚟講就係、是，即係我自己一個個名都係杜生自己好早已經決定咗三人行。咁我自己咁睇咯，即係三人行必有我師。咁樣如果你根本即係你根本都覺得自己唔錯冇錯，覺得自己啱曬，你自己嘅你根本都唔會諗或者唔肯承認啊。咁你嘅身邊有邊個都學到你啦？你身邊俾個耶穌基督喺你身邊，你都幫你唔到嘅喎。即係我覺得最大問題，人嘅都係錯誤係唔緊要嘅錯，你要去改嘅，或者你知先得。大家知過咩啊？咁其實即係其實今次嘅內容咧，我覺得都幾大膽嘅先。sense 係即係譬如造假啊，又或者譬如即係警察又會嘗試去殺人啦、啊，又或者係即係對與錯嗰樣嘢，其實係更加顛覆性或者係更加模糊咗，即係黑白嗰樣嘢。咁其實即係你哋因為呢一個創作，其實亦都係黑白片啦，亦都揾大陸嗰度上，大陸亦都公映咗。咁其實佢哋內容咧，其實即係好香港。而家嘅一啲 element refer 緊香港嘅情況，其實即係 transport 到去大陸嘅時候，這個 context 嘅時候咧，你哋自己有冇即係擔心？其實去到大陸嘅時候，個 market 係唔明白你哋自己創作背後嘅一啲想法咧？嘆氣，唔係因為始終呢個故仔都係我哋。所以就大喺個廠官員廠拍啫，但係佢呢個係發生喺香港嘅背景嚟。我哋幾個都係一個香港嘅創作人嚟。咁我哋觸發我哋諗嘅故事都係因為香港嘅環境。咁好自然咁都會係咁樣形成嘅。咁但係有一樣嘅就係、是、有一個就係、是要講嘅就係、是、阿杜生都有之前佢自己佢都講過㗎啦，出嚟咧，即係其實某啲嘢唔係因為即係好似古仔呢個角色，咁其實佢阿杜生已經好中一直都好中意探討警察嘅嗰個界線、那個模糊，佢已經唔係因為最近嘅事啦，總之係啦，咁佢一直已經想講呢啲嘢，講咗一直都已經好有興趣知嘅，佢覺得呢個好邊緣嘅嘢嚟嘅，係啦，即係佢說法就是一念天堂一念地警察呢樣嘢。咁有時另外就係、是，即係我哋覺得有時一啲即係都係可能而家影響㗎啦。即係好多時一啲專業人士，即係錯嘅可能反而係一啲所謂即係唔係一啲冇乜學識嘅人，可能係一啲學識嘅人都會錯。啊，專業人士、尊貴嘅人士或者係好多時佢哋有時可能攞住一些專業的規矩或者是困難，咁當然他哋有他哋的原因，即係有些我哋唔明佢哋嘅專業。咁但係你如果真的有啲嘢錯咗，你都唔可以借話呢啲咁嘅專業嚟去冚，話即係作為一個藉口，最後個底，最後都有一個人點有個底線，點有個
道德或者個良心咧？咁點睇外誒唔係誒點睇呢個國外嗰個 market 啊？點樣去 receive 套戲啊？又或者係其實因為我自己有接觸過咁樣咯，我自己覺得佢哋好似唔係好 get 到套戲嘅一啲 message 咁樣，即係就係因為套戲本身又 refer 緊好多香港本土嘅嘢，咁但係即係你去到國外嘅時候，佢哋未必會咁睇。其實我即係唔可以叫直接嘅 refer 本土，我覺得或者係香港，我即係因為香港呢啲咁嘅環境，令到我哋喺度諗一啲咁嘅人性。其實你問我佢哋點？坦白講，我真係唔係好了解，我真係唔係好懂，因為始終大家文化唔係好同，即係佢哋嘅價值觀同我哋嘅觀念可能唔係好同。啊，佢哋嘅環境我唔同，佢哋難處我哋都唔同。係，咁我哋都係，即係我哋就要就必須要做嘅，即係合拍片啲或者係國內市場要必須要爭取嘅。即係我哋都係真係都係一個嘗試去做嘅。你話有啲嘢擔唔擔心？嗰時都有編劇有令劉浩然編劇都問我呢句發牌係為咗執法出唔出圖㗎？咁都試下啦。係啦，係啦，嘗試嘅啫。咁而戲裏邊咧，我覺得趙薇個角色都幾有趣，就係因為佢係一個大陸人啦，即係國外嘅人包嚟到香港，好努力去奮鬥咁樣。咁佢嘅角度睇就係即係，但係佢係好執著嗰種，咁亦都係死不悔改嗰種。咁其實你自己寫趙薇呢個 background 嘅時候咧，有冇啲咩特別嘅？首先有個大前提，呢個係需要，就係因為大家都知趙薇係一個國外人啦，係啦。咁我哋如果夾硬畫佢香港或者咁樣，好似唔係好信服。咁亦都揾到一個難處，就係其實真係好難嘅。如果一個國內嘅人年青嚟到呢度香港讀書，適應到佢都做到一個醫生。即係呢個就係其實好困難嘅事嚟嘅，即係所以佢會咁執著嘅，即係呢個有某程度係需要，因為佢嘅設定，即係佢係好困難先達至到呢件事嘅，啊佢一定係好努力、好搏命，啊佢嘅盡力同人嘅盡力唔同，即係佢一定係要咁樣，佢先會有一個位令到佢合理去執迷，去到自己後邊去犯錯而不自知嘅。這個是其實人物設定是必須要有的，在整件事整個戲裡面，警匪其實兩個設定很簡單的，就是因為一定對立的，不用想的了，醫生怎麼參與這件事是最困難的，就是正常的醫生例如關懷什麼，就是醫生怎麼這個，所以這個最大前提我們同開同一道生開頭幾天都是要第一樣就要想清楚趙薇的 character 先，這個有某程度是一個角色需要，或者我回到去雜抽的。其實看這套片的時候就覺得是很嚴肅的，就是你去觀察他們的時候，因為他們那個tension 在角力，可能是在談一些東西，又或者是很苦惱地在想下一場戲那些，那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你去到現場，即是看即跟他們拍戲的時候，你自己都是從電影出身的，咁你自己覺得喺呢個經驗裏面咧，你覺得有啲咩得著，又或者你睇到啲乜嘢？其實我包括之前拍黃牌同埋呢次今，我經驗其實都一樣，只不過呢次好似長到更加長。即係我呢次嗰個長，我出嚟個條片係短嘅，但係其實我今嘅時間長過黃牌，因為我拍嗰個老三紀錄片嗰時，我仲喺演藝會讀書嘅，所以其實我一得閒就去拍，一得閒就去拍。但係加埋應該都係兩三個月，如果不加啲訪問嘅時間，但係呢次就差唔多四個月，我集中喺度，即係每日喺度睇住。但係我最大嘅感受就係以前我睇電影或者我中意電影之前啦，未學電影之前啦，我中意佢嗰啲 drama 啦，或者話嗰啲好風格化嗰啲 visual 上面，我覺得嗰啲畫面好好睇，或者嗰啲動感好強。但係我喺現場跟咗佢之後，先發現佢即係最基本嘅嘢，對於個表現啊、戲劇定啊，或者嗰、那個。戲劇上面認識，我覺得呢啲係劇本上面認識，我覺得呢啲先至係一
即係以前我中意電影嗰時候，我唔瞭解呢啲嘢。對於表演嘅我都唔瞭解，對於劇本嘅我都係唔係好瞭解。但係喺度咁憑慢慢啊醒覺啊，呢啲嘢先至係一個最基礎嘅。譬如話要攞到劇本，譬如話講裝啊嗰啲嘢，咁佢話嗰啲標點就唔使啦。咁佢就咁樣就決定咗。咁我覺得呢啲係好經驗好多先可以喺度做到咁樣決定。即係因為我以前睇佢哋嗰時候，我唔係好薄呢啲嘢。包括睇《毒戰》都有啦，譬如話古天樂喺個倉度突然間嗌嗰啲 number 出嚟啊嘛，即係有啲信號嘅 number， 都讀得好快。但係我覺得嗰種對於表演嘅節奏感，咁嗰樣嘢佢係好瞭解嘅。係，同埋我都可以講啊，因為嗰時我訪問過黎明唱歌，唱歌佢又講《遊到紅虎榜》呢套戲，咁張兆輝嗰個先，咁佢話佢寫出嚟應該都係即興㗎啦嗰套戲，咁你寫出嚟好似係照住萬子良做嚟做，原本係咪我唔知，即係好似係嗰種方向比較誇張啲，但係佢去到現場，佢覺得應該係另外一種做法。咁我覺得呢啲係對表演個認識嘅一個基礎，包括劇本啦，佢覺得唔掂，成覺得呢個係唔得。咁好多包括《暑假之光》嗰啲都係我師兄嗰啲咁寫完我唔得，咁包括《大開》我都唔得，證明劇本呢樣嘢好基本。包括我哋呢一代電影嘅人，唔係好似以前香港電影方面可以有咁多，譬如話配合你做揸下就得㗎，你唔使你劇本去一啲。我哋其實為咗自己嘅職業可以長遠發展，或者話未來可以做啲好嘅電影，其實應該由個基本功開始去做，就係劇本啊、表演啊、所有嘅認知。咁呢個係我最大一個唔同嘅感受。咁現場氣氛係點咧？係咪真係咁嚴肅咁有殺氣？現場氣氛就其他工作人員就可能會驚，我就冇事嘅，因為我係一個局外人嚟啊嘛。因為杜生就知，因為杜生冇鬧過我，我做好自己嘅嘢啊嘛。好彩喎你，好似所有人都應該俾杜生鬧過，先可以離開到片。唔係，佢知道我唔係做佢呢套戲啊嘛，我係觀察佢呢套戲啊嘛，即係唔關事佢鬧嘅咩？只要我唔穿就得㗎。佢做好自己嘢嘛，同埋我都其實我雖然拍咗佢好耐，我現場幾乎都唔同佢傾偈，係啊，因為我覺得，因為我唔知佢幾時喺度諗緊嘢，因為有時嗰劇本嚟到啦，可能喺度拍翻嗰劇本邊啲位要執嘅，所以我又唔夠膽好主動去同佢講，所以我幾乎唔同佢傾偈。咁有時佢會主動同我講嘢，我反而有啲驚啦，做嘢啊一點啦。所以我其實比較輕鬆嘅，我話你嚟住啲歌，我條片就應該完。我話你嚟住我自己。同個現場冇關係，但係我見識到其他工作人員嘅樣啊。咁但係賴漢點睇？忽然之間對 crew 裏邊好似多咗個人咁樣咧，即係會唔會係你好驚佢個鏡頭走過嚟你嗰度？你喺度苦惱緊嘅時候咧，有好多鏡頭其實你都喺度好惆悵咁樣噶嘛。咁你會唔會好怕佢一出現嘅時候你又要走或者要擺一個 pose 咁樣？佢嗰時基本上咧睇唔到側邊心邊嘅。只是在那裡苦惱，只有兩個字苦惱，旁邊的人走過啊，你說有美女走過什麼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她拍了這麼多東西，所以我都不敢看她，看就特輯了，這些這樣的噩夢不要害怕。出街之前有沒有看過那邊？我沒有啊。那你一直現在看了沒有？現在都沒看過。我現在都沒看過。我都沒看過。我都沒看過。是啊，我看到自己就說，沒有了，都看過。close up 咁樣，即係咁大嘅鏡頭。OK， 咁係啦，觀眾有冇啲咩問題啊？我借呢個時間可以開放俾觀眾。係。想問下尤生，關於演員嗰個即係銀河嘅創作係冇劇本噶嘛？但係冇劇本對於好多演員嚟講都係一件好難嘅事啦。但係好多演員去到你嘅電影之後咧，都會有啲好特別嘅表現，即例如 Sam 佢話佢唔識做嘢，佢都話變咗影后咁樣。咁我想問你哋你哋同佢哋演員溝通有啲咩心法咁樣咧？其實首先我講香港啲演員係好例外，其實佢哋自細都培養都係咁樣嘅，香港人都大部分好多戲都即係有劇本培養，係有劇本，但係咁樣係咁改係咁改嘅。去到現場都佢哋好中意，啲導演好中意。其實都係好多時喺現場係我同啲演員講，我基本上就每一場戲講清楚俾佢聽，成場戲講曬俾佢聽，亦都講大致咧，因為其實後邊都未知係咁。你大致前後你都話曬俾佢哋聽，咁但係喺阿杜生佢教戲咧，佢就係好
其實佢好有辦法嘅，佢會知道，佢認定咗，佢捉咗呢、這個佢睇個角色係咁樣，佢捉咗佢呢個，佢覺得呢個人點演，佢俾咗賦予咗呢樣嘢之後咧，佢就拿得好實，啊，佢就睇你係咪做到佢嗰樣嘢，啊，或者你當然你可以有個好似當時 Sammy 咁，其實唔係我哋想象中嘅嘢，啊，但係出嚟嘅又好睇喎。阿偉生睇完喺睇翻啲 playback 嗰啲，又覺得誒，好睇喎，就繼續讓佢去發揮，即係繼續配合佢，我哋去配合佢，即係見到佢演。我哋好多時，所以我哋點解有時會不斷改喺現場改，就係、是、偉生其實都中意就係睇咗杜生點拍，睇咗啲演員點演，尤其是演員一點演。阿杜生同佢哋已經熟得嚟，你知杜生同偉生，可能佢我諗杜生寫嘅，阿偉生寫嘅劇本，我諗佢都估到杜生點樣拍好多時。咁佢其實佢睇演員之後，偉生就同佢。就覺得呢啲好睇嘅，佢就會將個角色去變，去配合嘅演員好多時。所以其實係你話演員難難，其實唔難，因為我哋會好多嘢俾佢配合佢，我哋去配合，我哋喺劇嗰度去俾佢最好睇嘅嘢出嚟，讓佢俾最好睇嘅嘢出嚟。好簡單問下黃澤秋老師，你嗰條片個字幕同好多啊，或者啊遊導演啊，或者講下賭場係唔同嘅，咁你有冇發現自己？即係佢講緊一個答案咧，面對鏡頭訪問緊咧，但係字幕打出嚟嗰個中文字咧，其實以我消息屏幕嘅消化同被訪者嗰個意思係有啲多出入，即係。是發生了什麼事？即是個字幕是不是即是你要寫回來、這個我想要問一問電影公司因為我很享受字幕我看了三次很享受你的字幕我覺得是只是看個中文字只是聽個聲音有另外一種東西隻眼放落個畫面有另外一種東西但是剛才我很覺得那個有沒有例子、我記不到太多即甚至乎我音樂編曲你都很難搞通常那句話不敢說但是字幕出來是寫了另外一樣東西大家不妨有機會，譬如講，屈你又可以上多次咁俾我兩隻眼。係啦，因為同艾上次係我自己做嘅節目，即係幾乎一個係咁樣做完啦。咁呢次係因為自己執完一次，跟住要交俾好多同事去執，所以我唔知道。可能我因為我嚟寫，我都唔知係咪啲廣東話我聽唔好準確。我唔係好留意嘅，因為呢次都係自己搞咗好耐，唔係好想睇，所以我唔係好知。其他人有冇呢個感覺咧？因為我看的時候就不太覺可能我沒看字幕我都沒看可能你聽就不會又再看字幕你聽自己細心啊下次看回多次話都沒事多謝想問游導演為什麼會叫游導演因為看你跟蹤我想問下一步是什麼事因為真的我其實有想過，如果銀河冇咗你，得唔得咧？但我真係好想睇到第二部喎，咁咯，所以好矛盾啊。其實咧，拍完跟蹤之後咧，基本上我搞緊第二個劇本嘅，即係搞緊自己另一部戲嘅第二部戲嘅劇本。咁啊，搞成年咧，搞唔掂，搞成年都冇辦法進入到個角色。咁啊，杜生就同我講話：你，你咁落去都唔係辦法㗎啦。你不如咁同時阿偉生就有好多個 project 為首。咁你不如出翻嚟幫阿偉生搞幾部先啦，就搞咗《高爾夫之戀》《單身男女》《盲探》同埋《福建》。搞完呢四部之後，跟住我又翻去搞翻個劇本啦。係啦，咁搞翻個劇本之後咧，又搞掂喎，搞掂咗啦，終於搞掂咗，等埋一邊喺度送審啊呢啲咁嘅嘢啦。咁啊，跟住中間咧又上中啦，係啦，三人行啦，係啦，咁樣就輾轉到而家，係啊，我要繼續努力嘅，我知道，係啊，但係我諗可能都未夠咯，所以暫時都未出到嚟。有冇個時間諗住幾時？係咪今年我要完成啊？即係大家都知啦，因為除了你搞個劇本，你都仲有好多嘢要配合嘅，係啊，送審啊、演員啊好多嘢，
咁好多嘢，好多呢啲咁嘅差錯嗰啲意外會出現嘅。咁我希望原先，我希望係今年嘅。啊，我希望可以達至到今年可以開工。係。我想問下游導演咧，你作為編劇睇到《三人行》出街咗之後嘅效果，你有冇你覺唔覺得有冇覺得有啲咩遺憾嘅地方啊？有冇達到你心目中嘅效果？其實電影咧每部咧都遺憾嘅，每一部睇翻你都覺得錯嘅。每一次，譬如果佢再拍或者再演咧，你都想再執翻佢埋寫嗰個。呢部都當然唔會例外啦。咁只不過喺嗰個咁嘅咁嘅環境之下，去達至到而家咁樣，OK 啦。我就可以即係都叫做完成一件事啦。係啦。我從來都不敢自己俾錢分自己嘅，由大家俾啦，係啊，唔緊要，大家中意 OK， 咁中意就話俾我聽有啲咩唔好嘅。好，下一個問題。或者我又問啊，係咯。都想問下劉演嘅，咁其實咧，想問下個結局嘅安排。咁其實阿警察古天樂嗰個角色咧，佢最尾嘅呢個結局咧，係咪因為大陸嘅市場嗰個問題咧？咁定係還是係你哋自己劇組嘅一啲對呢個角色嘅一啲希望咧？我哋曾經講過古天樂要死嘅，跟住後屘，如果你又發覺佢。如果佢有改過嘅，又唔應該整死佢啦，係啦。咁所以點解嗰場戲咧？如果你睇最後一場阿古仔最後一場戲，那個 V.O. 嗰個阿杜三把聲，那個阿 Sir， 即係基本上佢仲喺度企圖或意圖喺度幫緊佢，但係古仔亦都好堅持咁去改過。這個係我哋最想嘅嘢嚟。可能是奢望或者渴望，但是我們投射我希望人呢好像古仔咁，即是會改過，不過我看來都不會改的都積極一點投射積極一點樂觀一點咁樣點入囉因為anyway 咁或者我問一個問題，我有個問題就係其實嗰、那個長鏡頭嗰度咧，咪有支付自己有一首歌嘅。咁其實點解會用嗰首歌？而嗰首歌嗰個歌詞亦都係好似即係話啲大人聽細路仔講嘢，冇聆聽佢哋嘅聲音。